收看华视体育单元，吾儿动起来，我爱动起来。我是林奕文，来关心棒球消息。洋基队的传奇球星 Derek Jeter 在一号宣布辞去马林鱼执行长一职，另外也出清了手上的股份，等于是全面的退出球队的经营。Jeter 在声明中表示，马林鱼队的未来愿景已经跟我当初签约来到这里时不同，在新球季开始前正好是一个退出的好时机。不过大联盟新赛季可能无法如期的开始，因为劳资双方谈判一次的破局，2022年的例行赛恐怕会跟着缩水。费城人队的球星 Bryce Harper 就半开玩笑的抛出一张合成的照片，他身穿日本职棒独卖巨人队的球衣，表示自己想要另寻舞台来打发时间，请联络我的经纪人波拉斯吧。用幽默的方式表达对于大联盟迟迟未能解封的不满。篮球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奕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